相信心灵的力量，连绵不绝的伤痛全都会被遗忘，梦想和希望会覆盖所有犹豫与彷徨，不能说出口的愿望转过身你的忧伤，不再倔强我的心伤，你的微笑会为我绽放。 Oh, love is blue 绝不会再放开手，向美好的人始于无极分两仪，有两仪分三才，三才显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真是搞不懂，完全不明白。哎呀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秀才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杭州面馆了。对不起，决定得很仓促，没来得及跟你当面道别。来到杭州面馆这几个月，很幸运认识你这个好兄弟。如果有缘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藤原浩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连你都放弃了？不是说好了一起努力的吗？为什么？Thank you.
喂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在外面呢。怎么了？我希望你能够来参加我的婚礼。对不起，我去不成了。为什么？我要离开杭州。离开杭州？那你要去哪里啊？去巴西。我刚刚订好了机票，就在星期天的上午。什么？你要去巴西？你为什么都没告诉过我？去巴西做面，那里用玉米混合面粉，再拌上棕榈油，很香的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我留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我都说了不行了，你要来参加我的婚礼。我真参加不了啊。玉婷，你一定要做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子。就是要看到他幸福。藤原浩，你要记住，玉婷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。这算什么呀？你竟敢挂我电话！我不会让你走，不会。别多想了，潇洒一点吧。一时心动，一时失控，只是梦。感情就像来去无形的风，还是会想念你的脸，心跳声如此的明显。你真的很坏啊。
是一叫你就会来我身边吗？你现在让我怎么办呢？不识相，你个笨蛋！徐小姐，你不要再哭了，你哭成这样我真的没办法画呀。徐先生还在外面等着呢，要是延迟了婚礼时间，他肯定要来找我算账的呀。等一下，感觉像是在拍电视剧呢。宝贝儿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们的婚礼啊，肯定比这更豪华更大气。只要有这样的婚礼啊，我就嫁。你说的啊。喂啊，难受吗？怎么穿这身这么别扭呢？还不如穿厨师服呢。你借来的吧？我看你挺好的，你啊可以去演韩剧当中的男主角去了。真的假的啊？真的，挺帅的，相信我。这谁呀？梅小姐。好像是。哎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就是，梅小姐，这么早就到了。就是，你好，许恒。你今天真漂亮。谢谢。你们先聊，我去找我哥了。拜拜。拜拜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嗯，
真漂亮啊！当然漂亮了，谁都知道啊。你喜欢？追他呀！就是啊，追呀！好啊。哎，哥。哎，梅。怎么样？紧张吗？嗯，还好吧。哎，玉婷呢？啊，在里面化妆呢。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？没有啦。哥，祝你幸福。恭喜了，我们是亲家了，以后多走动好吗？就是就是。哇，这里好气派啊！哇，真的好漂亮啊！转。噔噔噔噔。哦，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啊！喂，这里所有的人里面，你最漂亮了。嗯，在这里面你也是最帅的一个。哎，等一下，喂，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做一个大明星了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去走星光大道，上红地毯。走吧，现在就去。好，来了。我的女儿今天就交给你了，你可要对她好点啊！啊，放心吧，叔叔。爸，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欢迎各位莅临张健先生和徐玉婷小姐的婚礼。今天的场面非常的隆重，张健先生可以说是优秀的青年才俊，徐玉婷小姐也是出身名门，两人在一起可谓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而这场婚礼也可以称得上是世纪婚礼。张健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徐玉婷小姐为妻，并与她缔结婚约？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永远的去爱她，照顾她，尊敬她，接纳她，并对他终身不渝，直到你的生命尽头。我愿意。徐婷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张健先生成为你的丈夫，并与他缔结婚约？无论健康或是疾病，都爱他，照顾他，尊敬他，接纳他，永远对他忠贞不渝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徐婷小姐，你愿意张健先生成为你的丈夫吗？对不起，哥哥，我想我不能和你结婚。抱歉，哥哥，从小时候开始，哥哥就一直是我的梦想，我真的不知道会有今天，真的，我真的非常抱歉。我好像到现在才明白，我最想要的人到底是谁。为什么？
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玉婷，你告诉我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爱的人不是你。玉婷，有什么不开心的？一会儿你再跟阿姨说，咱现在先把婚礼办完，好不好？女儿啊，别耍小孩子脾气了，你看这还有那么多来宾在等着呢。什么叫耍小孩子脾气啊？我的女儿要是不愿意啊，那就不嫁，大不了我养她一辈子。哎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是啊，徐总，这结婚是个大事，咱们不能由着他们耍小孩子脾气啊，是吧？就是因为是大事，我才不能让我的宝贝女儿受委屈啊。把车钥匙给我。宝贝儿，你要去哪儿啊？爸爸送你去。你快给我。谢谢。给我一张最快到巴西的机票。好的，请稍等一下。快点呢！对不起，小姐，今天已经没有票了。啊？难道就没有其他什么办法吗？我可是你们公司的 VIP 会员呢。对不起，小姐，今天真的没有票了。啊！VIP 竟然买不到机票，啊，你们全都死定了。我不坐了，到现在还不能起飞，我要退票。小姐，这张退票今天就能起飞，你要吗？当然要了。梦伤心拒绝恨。今天不是你的婚礼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要去巴西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的班机遇到航空管制，到现在还没有办法上飞机。身边，我讨厌你离开我去那么远的地方。
哥哥没有结婚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。以后你去哪里，我就和你一起去。各位，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当中前来参加我的婚礼。非常抱歉，大家请回吧。等一等，婚礼没办成，我准备了一份大礼，一定要送给吴总还有张公子。我在这里替吴总向大家正式宣布，杭州面馆的连锁店计划正式启动，恒氏控股集团控制了杭州面馆51%的股份，成为杭州面馆正式的新主人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这怎么可能？合同上说明你只占有40%的股份。你是指出让了40%的股份，你占了49%的股份，可是有很多小股东呢，这些股份我都给买来了，所以我占了51%的股份。你早就想好了要算计我。你怎么会跟他勾结在一起？你疯了吗？原来是你搞的鬼。启动连锁店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，我只能寻求外部的合作。你明明知道他对杭州面馆虎视眈眈，你还跟他合作？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二位，腾氏接收杭州面馆以后，你们俩就不用再上班了，按月到账本上去看分红就可以了。啊，这有分红？听着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这种人踏进杭州面馆一步的。你是谁啊？我是杭州面馆的厨师。年轻人，你既然是杭州面馆的人，那就是我的职工了。希望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合作愉快。我是绝对不会接受的。不管你接受不接受，这都是事实。作为杭州面馆的老员工，我在这里表个态，我绝不会辞掉任何一个人。但是谁要是辞职，我绝不挽留。各位好自为之吧。站住！张健，不要冲动，冷静点。张健，别打了，哥，别打了，快点！许恒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来，住手！藤原先生。
你口口声声说杭州面馆是你的了，我要看证据。所有证据和公证文件的复印件全在这里。嗨，这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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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怎么样？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没事吧？爷爷，你没事吧？爷爷。你怎么样了？快点！我爷爷怎么样？病人年纪大了，受到刺激，血压升高，现在暂时稳定住了。不过以后最好不要让他再受到刺激，否则会很危险的。知道了。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去看看吗？可以了。谢谢。谢谢。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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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样？没什么，人老了，这血压总是不稳定，让你们操心了啊。没事就好，吓死我了。爷爷，对不起，真的是对不起。我是张家的罪人，要不是因为我的话，杭州面馆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不是我，我中了藤原不二雄的圈套，不能把这个罪过怪在小剑身上。不，爷爷，今天的错全是我一手造成的，是因为我的自私，一直处心积虑地想当杭州面馆的继承人，面馆才会落入藤原不二雄的手中。小剑啊，你本来就是杭州面馆的继承人呢、现在我老了，未来的这个面馆就靠你带领大家往前走了啊。爷爷，我其实根本就不是杭州面馆的继承人呢。小剑，爷爷，我不是爸爸的亲生儿子，我根本就不配做杭州面馆的继承人。小剑，你不是面馆的罪人，我才是面馆的罪人。我为了保住这个秘密，我做了那么多让爷爷失望的事情，我一直处心积虑地来保住杭州面馆继承人的这个位子，我真的该死。我和玲玲分手，千方百计地逼秀灿离开杭州面馆，我真的很该死啊，爷爷，我对不起每个人，我也对不起杭州面馆，我更对不起躺在病床上的爸爸。爷爷，我是个罪人啊，爷爷。现在玉婷悔婚了，
面馆落入藤原不二雄的手中，都是因为我。来，先起来吧，起来再说。秀才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，真的对不起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因为嫉妒你，总是讨爷爷的欢喜。其实你才是爷爷的亲孙子，你才是杭州面馆真正的继承人呢。爷爷，我是真的觉得对不起你，我该死，我真的该死啊！我该死，我该死！别这样，我该死！张静，你别这样，你冷静一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对不起你们。干嘛？小静啊，你刚才说的，我早就猜到了。自从螃蟹黄过敏那个事儿以后啊，我就猜到了。但是张健，你要记住，不管你和我们家有没有血缘关系，你都是在我们张家长大成人的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的亲孙子，啊！我做了那么多错事情，我还怎么配做你的孙子？好了，好了，不说了。过去吧，啊！如梅，如梅，如梅，如梅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我苦心经营了那么久，得到了我一辈子也花不完的钱，可是杭州面馆没了。如梅，我跟你说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欠你一大笔钱呢。你是来要债的是吧？你放心，我现在有很多的钱，我马上给你1000万是吧？啊，够不够？不过我还可以再给你。淑梅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呢？你不用教训我，你不就是要钱吗？要钱，要钱我有，我给你，给你，来，给你，给你。淑梅，我不是来问你要钱的。如果为了这1000万，我也不会到现在才来找你。刚才婚礼上的事我都看到了，我是担心你。我不要，我不要人关心我，你给我滚！准备，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吗？我知道。我机关算尽，我咎由自取，我这一切都是活该的。不要人关心我，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，你给我滚滚滚！我不要人关心我，我不要人关心我。是，你说的没错。因为你做事情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，而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。你当初为了嫁给我，就把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送给了恩英。
为了到中国嫁给有钱人，就悄悄地离开了我，带着张健去骗张林。在你的世界里，所有的人都是被你利用的棋子和被你往上爬的梯子而已，所以你永远都是孤独的。你一辈子错过了很多拥有幸福的机会，人们，其实幸福并不是用钱和地位来衡量的。也许我比你早醒悟了一些，早一些得到了心灵的安宁。人们，希望你也早点醒悟。不管什么时候都不算晚。再见。别再喝了，快回房休息吧。你别管我，我还要喝。哎呀，你别喝了。家里现在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我求你就别闹了好不好？你终于说出来了，一切都是我在闹。成